尽管今年基格、神传、雷神这些二线品牌在游戏本性价比上乏力，但销量依然是一线品牌占大头。再加上刚经历过618，一线品牌的机型普遍降了一波价。那今天就给还在想入手一线游戏本的粉丝安利三款不错的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一、红旗掠夺者秦，你有？目前 i5 加4060版本可以6500拿下，最大的亮点啊就是采用了13代 H55 处理器。别看它是 i5，但其实已经有14和20线程的规格，睿频可以达4.7GHz，搭配满血4060，游戏体验 OK， 而且外观造型也不错。评论区啊还有惊喜。二、戴尔 G15 5525，比较推荐6600H 加3050版本以及6800H 加3060版本。虽然啊是去年的型号，但如今点我评论区分别只要4098和5499，比较适合手头紧但想冲一线品牌的粉丝。而且 G15 的造型也被称之为小外星人，唯一的缺点是硬盘位只有一个。三、拯救者 R7000P2023，评论区满血4060加7840H 版本可以7000拿下，是目前一线游戏本的水桶级。7840H 单核性能略强于13700H，多核性能略弱于13700H，游戏体验区别不大，但比起13700H 的 Y7000P 要便宜小1000。屏幕也是窄下巴的 2.5K 165赫兹电竞屏，趁拼多多百亿补贴暑期大放价，力度不输618。想上车一线游戏本的粉丝，赶紧点我评论区看看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手机、平板的其他3C产品都是全网低价，正品保障，数量有限，这次就别再错过了。